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李家角真盘源，我是上水中心分行的 Kit Wong， 今次带大家看的是邻近上水区兴建于2013年的豪宅歌赋岭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私人花园，总面积是635尺的。右手边是一个客厕，厕所的旁边是上二楼的楼梯，楼梯下面是厨房。豪宅真是豪宅啊，连个厨房都大过人。上到二楼，左手边就是主人套房。主人套房连带一个露台，相当宽敞的。这个是主人套厕，从主人房出来，我们可以见到面前还会有两间房加一个二楼的客厕。客厕是采用企缸设计的。第一间细房，这里是第二间细房的。第二间细房望出来就是一个上天台的楼梯。上到来，我们望到一个很大的天台，相当开扬的。室内我们大致上看得七七八八了。其实行出来望回右手边，单位其实是包含一个车位的。位于歌赋岭这个单位我们都看得差不多了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打给我，我是 Kit Wong， 电话是92628206。这个单位我们是有锁匙的，欢迎你随时咨询，拜拜。